到二十九十，二十八十。这个时阵，耶稣开始讲到伊要受害受苦的代志，这是第一届。耶稣总共三届，伊讲家己会去耶路撒冷受苦，阿死个我。伫不管是路加福音、马可还是马太吼，共观福音拢有记载吼，讲三届。啊，是安怎讲三届？啊，对哦，你说引用很重要，所以说三次哦，我也不能否认哈，我都否认它不重要。不过我有一个感觉，是安怎讲三届哦？因为这二接受的，啊，是安怎这二接受？为什么很难接受？是安怎耶稣讲伊会去耶路撒冷，会伫遐受害、受苦、死，啊，伫割我？是安怎这款的讲法，这二接受？因为安那，甲犹太人传统的领袖无共款，是毋是？好、哦，就是犹太人传统的领袖，这那是弥赛亚，是一个救世主哦。这个受抹油的，这个是一个救世主，一个拯救者。伊来是要带领以色列要复兴，可以并这时去受害受苦。啊，搁甚至死去吼，所以这是这二接受的，就是因为这么难接受，才有必得等一下的爆冲，一样的爆冲。你去想想吼，耶稣是因的主，是因的拉比，是因的先知，即马这位因的老师先知，甲因讲，我会去耶路撒冷，会受害受苦会死。会个话，这必得无法度接受的物件，你就想象哦，大家拿出大家演戏的天分哦。即摆必得个耶稣叫去边啊，伊讲啥话？讲主啊，哇啊遮住了。等一下、啊。好，伊讲主啊，千万唔通，吼、哦，千万唔通，这个决断无要告伫你，绝对不会在你身上发生啦、啊。因为那教官吼、哦，对上帝话语的认识，你讲的是唔对的。一个兄弟，上是主啊，谁是主啦？伊叫耶稣是主。啊！即马在教是耶稣呐，主啊，迄那是关系到你的代志，是你认捌唔对啊？哇！所以因比主耶稣更加认捌主耶稣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可能刚刚做好笑，不过各位兄弟，咱基督徒常常安尼吼，咱常常会怪讲，上帝你安尼做敢对？啊！迄那教官对圣经的了解，上帝你安尼是唔对的哦。各位兄弟，咱会安尼安尼袂？会不会啊？我们还常常这个样子哈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各位兄弟，咱在思考一件问题，因为咱常常对圣经的了解是一个印象，我们对圣经是一个想象。咱无好好读圣经，咱无认真读圣经，咱嘛用无用一个心。像上礼拜讲的马太福罗马书十二章在讲的，一个更新的迄个心 mind 来读圣经，所以咱用一直被一个辖制吼，咱常常讲啊圣经是安尼写的，吼，我估一个咧，各位兄弟，你有同意？非基督徒伫教会结婚无？同不同意啦？有人不同意，有人同意吼。我因为过节咧，就是牧师娘的学生，因为过来介，我甲因有姊姐，
交谈，吼，啊，伊即马要甲一个日本人结婚，啊，毋盲讲我甲主持，啊，要找一个教会伫宜兰，要找一个教会，我找无教会要互因去遐结婚，伊问着讲啊，这毋是基督徒，这个还阁无毋是基督徒的，无爱互因伫遐结婚，有道理无？各位兄弟，你可以从圣经得到这个教训吗？还是传统？这大家咱熟客的代志。看下这，即马老一个姊妹，少年的姊妹，甲我讲，哎，牧师啊，我有心啊，我要跟甲我的男朋友，我的未婚夫结婚，会使你教会未？会使未？然后买啦，卖当礼拜堂啦，来北京路啦。礼拜堂是圣的哦，北京路就你若要去北京路，我就甲你证婚。啊，毋过袂当伫固定的礼拜堂内底甲你证婚，因为恁是罪人，哈、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哎，各位兄弟，咱常常伫面对这些问题的时阵，咱是用一个印象，一个印象。我们对圣经的想象，其实这是无够的吼。咱在迄较温困、较认真来读圣经，去抓到迄个经文，伊的精神甲伊的原则，咱才有法度真正较稳妥、较合适、较适切的对待咱的兄弟姊妹，回应咱的上帝。啊！我头前讲的两个例子的答案我都不说，知道想知道就来我的查经班。好，所以当彼得这个爆冲了后，耶稣对伊的回答什么回？耶稣讲啊呐，讲撒旦退我后面去，撒旦你退我后面去，因为吼你所想的，你无得。那你汉字部看翻译比较正确，比较准确哈。伊是讲，你是我的读啊，因为你所想的不是上帝的书，是人的书哈。和本翻译成，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哈。其实每当讲伊唔对啦哈，就你所想的是唔是上帝的书？是人的书，翻译成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，是较好理解。就是讲你即马在想的，唔是照上帝的想法在想这件代志，你是用人的想法在想这件代志，演变成后来咱常常在讲的一句话：哎，这是上帝的心意，还是人的心意？好，咱常常会去宽勉咱的兄弟，这句话对无？哎。陈牧师，啊，你即马安尼做吼，是上帝的心意，还是人的心意？我常常向讲安尼的时阵吼，我心内在 OS。无，请问各位兄弟，咱有啥物心意，毋是人的心意？哈，我们有哪一项心意、意思跟想法不是从人出来的？有没有？所以耶稣在讲的啥物意思？上帝的心意跟人的心意 ，vena versus。怎么对抗？有哪一种是上帝的心意啊？无透过人的想的思念出来，整本圣经那嘛是安那？哎，这是上帝的心意，还是人的心意？上帝的启示啊，人的，人写的啊，到底是人的意思啊，上帝的意思？耶稣不是要把我们的思考引导到那个方向，这句话若是保罗说，你知道保罗要怎么说？这句话若是保罗说，保罗的用法是讲说，你要依靠圣灵的意思，不要依靠肉体的意思，有没有印象？那保罗的说法是说这样，用圣神跟肉体做一个对比，可是这里也会误会啊，好像肉体是不好的，
啊，行，灵性是好的。保罗意思其实嘛，唔是照这个肉体的字面意思。其实保罗要讲的是，唔通照世界嘅价值，爱照圣神嘅价值。咱若安尼来看这个话，就知影。当咱咧讲，你这是上帝的心意，还是人的心意的时阵，其实背后意思较准的意思是咧讲，你是咧照上帝的价值。在思考这个代志，也是在照人，也是在照这个世界的看法，在思考这件代志。咱来用这个方向来看彼得，咱就了解彼得在讲啥。彼得认为的弥赛亚是一个要来拯救的一个王。嘿，若照世界的看法，若要打败罗马帝国，要怎进行？要怎么进行？敢是用受苦死来进行？唔是啊，一定是大军队来甲这个罗马帝国打败嘛，是不是？这是世界的看法，世界的做法。不过耶稣要讲的唔是，你的 mind， 你的想法，你拢袂咧想上帝的事，你是咧想人的事。各位，在这里的上帝的心意跟人的心意是全段经文的 key 哈。但这无论要讲啥，拢走袂过。咱来看卖啊。所以耶稣继续讲什么话？耶稣继续讲，既然有人要跟随我，台安那，台看无家己背伊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一个，那和本公舍己哈，每当公他翻得不好，阿姆个舍己这件代志，咱已经讲上过几届，太频繁了。迄个舍己的感觉算无去哈。我要介绍大家去思考咱汉字部翻译的方法，叫做看无家己。迄那是英文的译本，大部分几乎都是写 deny himself 哈，看无家己。什么是看无家己？各位兄弟，什么是看无家己？是像我咱家里的周报里面，我有写一篇吼，看无家己加爱仇敌。迄个看无家己是无看家己真最重要。你的性命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运作。迄叫做无看无家己。咱若凡事拢是我的时阵，迄个圣神伫咱内面是无法度有作用的。像我1992年打转来台湾的时阵，拄好一本册出名，吼大卖，在台湾大卖。其实咱的台湾的基督徒真可惜吼，迄册伫美国呐大卖，伫台湾就安那大卖，吼。你看在我咧讲这几本，1992年，啊，亚比斯的祷告，吼，小小一本，啊，亚比斯的祷告是咧写啥？啊，亚比斯的祷告咧写，哎，你拢无看过是不？啊，真好，高尚境界哈！好，亚比斯的祷告是亚比斯，你嘞亚比，你嘞之下讲到亚比斯这个人，只是短短的一句，讲伊的祈祷是啥物？伊的祈祷是讲求主赐福于我。哦，安娜，三件，求主赐福于我，然后保守我，第三个是扩张我的什么境界？这种祷告吼，袂使讲伊唔对啦。这款的祈祷有没有很熟悉？这种祷告就是咱的祈祷嘛，是不是？咱若要祈祷，拢嘛是主啊，求你安那，吼，手术啊，身体健康，大赚钱，吼，娶到水某，大建厝，安尼吼，袂当讲唔对，是讲这个
这样的祷告需要教导吗？各位兄弟，这款的基督教需要教习教你这样祷告？不必啦，这是很人性非常以主我为中心的人的基督。那我们去跟主耶稣基督的教习来比较呢，主导文是怎么说的？一开始一开始就是我吗？一开始什么？他说天灵的父，我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在行。你若甲主的基督文甲亚比斯的祷告做一个比较，一开始你就发现讲亚比斯是安那，我，啊主的提醒甲教示是甚物？你，好、哦。其实这是咱基督徒介重要一个 mindset 一个思考的点，就是。看无家己，唔通掠家己，真最至重要。好、哦，来背十字架，背十字架是啥物意思啊？咱一般个背十字架当作是受苦，啊，毋过毋是。背十字架是啥物意思？有一个神学家叫做潘霍华。伊伫伊个册《追随基督》内面，伊讲，当基督呼召一个人，是伫呼召这个人啊呐，为伊死。好，当基督呼召一个人，是呼召这个人为他死。哈，这个就是伫讲到背十字架的意思。十字架是罗马帝国一个介特别个刑罚，是专门设计叛乱犯。才可以定十字架，不管你多歹、多恶毒、强盗，都还没有资格定十字架。你是叛乱，想要革命，要脱离罗马帝国的管辖，这款的人才要被定十字架。啊，这个死刑，身上几个洞？三个哦。几个洞？四个洞，对不？手两个，脚两个嘛。爱去钉到迄个要害不？有没有钉到要害？所以吼、哦，天主教跟基督教的看法不一样哦。你跟他怎样？基督教的看法会钉在哪里？钉你对？基督教认为钉你对？手腕。天主教认为定你对手掌，好、哦、啊！基督教较聪明，基督教讲唔是啦，你若定伫手掌吼、哦，会离开啦，动袂掉啦。定伫遮吼，伫骨头中间定落，唔再去掉底下。好、哦，那基督教都觉得自己比较聪明，其实无啦，定伫遮会去钉到动脉啦，一定是定手掌。啊！你讲会裂开啊，会落落来啊，很简单嘛，绳子绑起来就好了，就绑在木头上面就好了。重点是四个洞不可以有要害，每当有要害，所以你的回旋呐，慢慢地，好、哦，有当时啊可以打起，好、哦，慢慢地，所以每这近的死去啊，一般来讲，要动一礼拜、两礼拜拢是有可能的，所以主要说的贵姓是这近的哦。耶稣基督几个小时？几个小时？啊？耶稣基督死的时阵哦，比拉多安娜惊一跳啊！伊就伊讲，靠，有可能遐早的，遐尼紧的过身去，所以才要兵丁去刺他的牙背啊，是不是？定十字架这个刑罚的一点是要死的意思，所以潘华华说，基督呼召一个人是呼召一个人为伊死，
各兄弟，所以咱基督徒是毋是上帝耶稣基督所呼召的？是吼，随便啦。等一下，唔通我基督了，大家走了了呢？哇！要咱是要为基督死哦，各兄弟要安怎死？为基督死是怎么死？为基督死是什么意思？要怎么死？他多好听，咱家迄个哦，小诗班唱歌唱歌，我那喉咙都痒起来哈，我也想唱一唱呢。好、哦，这个三十当进前，三十年前哦，我伫屏东读册时阵，我有一个叫做火鸡合唱团，火鸡合唱团哦，我拢十波诶，唱歌拢十波诶。好、哦，我迄阵吼，这少年时阵最爱唱几首歌。哦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。是主在我里面活着，哦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是主在里面活着。耶稣基督，他在我里面活着，哦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是主在我里面活着。好、哦，这首歌吼、哦，那唱四部吼、哦，最好听的。啊，阮唱的吼，足欢喜的唱。即摆想起来，真正是少年。这首歌可以唱那么高兴吗？跟啥子？这首歌刚好适合唱到遐欢喜。好，阮唱到足欢喜的，下骹嘛听到足欢喜的，吼，都还拍手啊，大家足欢喜在唱。后来即摆你会较大吼。哎，什么叫做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是主在我里面活着？这首歌。是用这简单的歌词，很精确去诠释什么叫做为基督死呢？就是讲背十字架，看无家己，我为基督死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是活着不再是我，是什么？是主在我里面活着一样，我都讲，我都迄个起的是，到底是照上帝的心意，啊，是要照这个世界的价值在活。咱咧讲这个死可以有好几个层面。你说老我的死，你说那个坏脾气的死，坏脾气的陈思豪的死，好、哦，迄、那个骄傲的我的死。拢是会使，啊！不过呐，对潘霍华来讲，就是珍惜丧失的性命；那对耶稣基督来讲，就是珍惜丧失的性命。咱若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，咱就是要面对迄个死。那每一个人拢爱去面对迄个死。所以耶稣后面继续讲咧，讲着讲，既然要救家己性命的人，爱丧失伊家己的性命，既然为我，各位兄弟，照一个重点，为我丧失性命的，要得到性命，我还是要提醒各位，各位兄弟，有关是用较大迄个上帝的心意。甲人的心意来看这句话，较看清楚，伊是咧讲啥。当人若要照咱人伫世界的价值，要坚持这款的性命的时阵，看下这，这款的性命会当偌久长，可以活多久？恁可能会当到八九十，对不？好、哦，我可能老早就跳伊啊！好、哦，再长一点呐、啊，100岁，长不长？你终究要丧失你的性命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过当咱为着主耶稣基督丧失性命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刚刚讲的，当咱看无家己，当咱为主背弃咱家己的十字架的时阵。这就是耶稣讲的，为主来丧失这个性命。啊，不过
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咱本来有限的性命是甲上帝结连，甲上帝这个无限的存在连接在一起了后，各兄弟，安尼是毋是得到真实的性命？所以，咱俩这我们是吃亏，咱俩这咱咧受苦。唔过，咱伫迄个该本质的代志顶面，咱做上重要的决定，咱甲上帝的性命结连，咱放弃迄个以这个世界的价值、世界的看法的这款的性命。可兄弟，咱唔通伤过容易。俩做教会的做法，教会的想法，得甲上帝，得合理上帝的心意，唔是，恰恰好不是，因为咱教会的做法甲想法，有最最是伫咱的传统，尤其是无经过思考反省的传统，咱一直会照这款传统去做，甚至已经伤害到别人。已经互相在伤害，咱拢无要紧。咱俩做，这就是上帝的心意。各兄弟，常常唔是，咱爱常常转来上帝的话，而且还都像我还都讲的，是真实去抓到这个上帝的话，伊的精神甲原则，不是那个表面的字面意义。这样子的话，才有可能。抓到这个规程当进前的写好的共轨，而且还得力，在这个时代也阁是娃娃的架势。啊，不过有一个最好温柔的提醒，就是讲为基督死，这个不是一次性一概的你的决志甲实践，这毋是，这是咱一世人。不断的尝试，我都讲过啊。陈思豪若要死到头，迄台慢慢死。好，从他的脾气，从他的个性，从他的骄傲，从他的骄傲，一直死嘞，靠我发多讲说哦，我是。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，阿妹有一定是这个。前几天有一个网友吼，无熟悉的网友问我这个问题，伊讲陈牧师如何去爱仇敌？伊讲我要遵守耶稣的命令，去听伊的对敌。阿姆讲吼，我心内知影，当我安尼做的时阵是做勉强的。啊，这痛苦诶！连我家己都感觉安尼做是真假的。好，伊讲我真心要遵守耶稣的命令，去听我的对敌。不过等我安尼做的时阵，我感觉安尼是真假的。伊讲陈牧师，到真的有办法可以爱仇敌吗？我心里咧想讲，哇，这个叫做武林精无？有没有很认真？因为我根本无咧想这嘛，吼、哦，我家己的兄弟姊妹就听甲哩啦啦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去爱仇敌吼、哦。啊，嗨呀、啊，唔过人家问我怎么回答，郭小姐，别让他回答。我甲讲吼，咱唔是先去烦恼如何去爱仇敌，别让他去听，用什么方法去听？要怎勉励，还是鼓励，还是压迫自己去听那个对的？不是，我认为要先做的是怎样？先让自己不要把这个对的看作是我们的对的。当我们没把这个人看作是我们的对的的时候，那个听靠可能是真出来。所以重点是我们的改变。咱的价值的改变，咱对家己的看法的改变，咱呐比英国更加温柔，安尼
咱就会当更加吃亏，更加大的受苦，咱的对敌就会更加少。举一个例，我若少年的时阵，你莫甲我骂啦，你来甲我亲落，你甲我嚼落。台北讲亲，高雄讲嚼，吼，嚼就是瞪啦，啊瞪。我少年时，你甲我亲嘞，你也知我会安怎？哈？我是很有礼貌的，我会走过去说：“咱有熟识无？”伊讲：“无啊，无你是咧看啥啦？”哦，好，这样是不是对等？是不是啦？